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31面啊，431面第一行，经文啊，令众欢喜，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这是佛陀教导这个法藏比丘，啊，前面他遵从佛陀的教诲，认真学习，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一真庄严，同时佛以神力将诸佛刹土展现在他面前，让他了夜夜都看清楚了，取人之长，舍人之短，他所成就的极乐世界确实超过诸佛一切刹土。大道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说啊，向佛报告啊，无界修行成就不可思议。佛赞叹他，告诉他现在机缘成熟了啊，你应该把你学习的要做一个详细的报告啊，这个报告呢会令大众啊听了都欢喜啊，更希望的是法会里面这些大众听了你的报告之后
得大善利。啊，这个善利是能于佛刹修修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啊，我们看念老后面的注解。令众欢喜，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这几句经文表如来劝令宣说，啊，就是让法藏菩萨提出报告，普利大众。大众这两个字，广设当时会上所有来参加法会的这些大众，有菩萨，有声闻，有天人，同时呢还广设啊，同时即未来世这一切凡夫，二乘于菩萨。挂壶里的说，今天我等凡夫也在其中，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展开无量寿经，就是参加阿弥陀佛这一次在世间自在王佛大会之中。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的设法界，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我们知道在如来的十宝庄严图，世尊的十宝图是华藏世界，弥陀的十宝图是极乐世界。在十宝图里面没有时间空间限制啊，所谓时间空间是假象，不是真的啊。白法明门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它是二十四种不相应里面的两种，时间空间。不相应行法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法不与心法相应，不与心所法相应，那也不是无因而起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抽象概念。那有没有抽象概念？但它不是真实的，它是假的啊，假象。大乘教里面呢说的很多，诸法实相啊，一切万法的真相是什么？佛说的很清楚，是自心显亮啊，是我们的真心显出来的啊，自心限量是相似相续，不是真的相续。真的相续，前面的相跟后面这个相完全相同，这叫相续啊。我们前面一个念头跟后面一个念头完全不相同，而什么相似相续，不断之物啊。这个幻象啊，抽象概念，一个接着一个接口接着，其实它根本就没有，根本就不存在。啊，我们如果要是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
有个概念，对我们的修行会有很大的帮助。帮助我们放下万缘，帮助我们明心见性，那是很不容易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的。那就是四句话：诸法实相，自心显亮，相似相续，不断之物。这是六个字，好极了。如何去观察呢？我们要记住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佛问弥勒，心有所念，我们凡夫心里头起了个念头，这个念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佛的话是几念几相是也。佛问了三个问题，心有所念，这一念里有多少个细念，有多少个相分，相分就是物质现象，时是精神现象，就是念头。你看佛这一句话问了三个问题，弥勒菩萨的答复说：一弹指，破手弹指之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32亿乘百千，百千是10万，32亿乘10万，得出来的是320兆，320兆，这一弹指，每一个念都有些像，像是什么呢？就是慧能大师说的，能生万法，就是整个宇宙的现象，就那一念当中就圆满了，没有先后。它很快就消失掉了。你看一弹指，32亿8000年，就是320兆啊。百千是10万呢，32亿乘10万，320兆。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这地球上科学家用秒做单位，那一秒钟能弹几次？我以前呢是想大概是5次吧，有人告诉我不止，可以弹到7次。我相信我年岁老了，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能量差了，年轻人身体好的可以弹7次。那320兆再乘7，这就一秒钟的数字，一秒钟多少？320兆乘7，2240兆，一秒钟2240兆的这个高频率在哪里？在我们眼前，我们看不到，一丝毫的感触都没有。为什么？它太快了，我们无法感觉到，这是事实真相。宇宙怎么来的？就在一念当中来的。妄想怎么来的？也是这一念来的。这一念产生整个宇宙。一念记住，是2200
四十兆的四十兆分之一秒啊，2240兆分之1秒，我们学大乘的要有这个概念，这是佛说的，绝对不是瞎话。所以整个宇宙是个幻象，不是真的啊！正是《金刚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物质现象是虚妄，心理现象是虚妄，自然现象也是虚妄啊！真相呢？真相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如果你真正了解这个真相了，万缘马上就放下了，放下立地就成佛了。对，我们要问六祖当年接受衣钵之后就逃难了，躲藏起来，追他的人很多啊，想把这衣钵夺回去啊，真的被慧明追上了啊。慧明没有出家之前是四品将军，古时候的将军都有武功，完全靠武功，取得将军的资格啊，四品高级将军的，不是普通的啊，品级一共分九品的，他是四品。在现在讲的上将军的，真的是至少是少将衔的。那么他把衣钵追来了，没办法了，把衣钵放在石头上自己藏起来啊。慧明看到衣钵欢喜，去拉拉不动啊，这个人也很聪明，立刻就警觉到了五祖不是糊涂人啊，慧能是真正能够接受大法的，护法神保佑他啊。四品将军居然这个衣钵拉不动，马上就改念头，就求慧能大师啊，请他出来，我是为求法而来的，我不是为衣钵啊。实际上他真的是为衣钵，为求法身，现在立刻这个念头动了，我不求一波了，我求法，请你出来啊！既然是求法了，慧能出来坐在石头上，他跪在地下，能大师告诉他：不思善，不思我啊。把善放下，善念放下，恶念也放下啊！正在这个时候，如何是名上座本来面目，问他这句话，他立刻就信了啊！就真正是我刚才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他真把他放下了。这一放下就其如境界，什么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放下就是啊，放下我平常讲得很清楚，讲得很多，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了。
放下分别执着，你就成菩萨了。啊，单单放下执着，还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没有了，就是阿罗汉。啊，正果不是说念多少经，啊，念多少佛号，啊，拜多少佛，不是，与那个不相干，与放下有关系。你放下多少？啊，完全放下了，丝毫不留了，就成佛了。回归自性，自性里头一法不离。就明心见性了。不难呢。慧能大师一生，在他麾下受他教诲而明心见性的43个人，慧明是第一个了，第一个开悟的。啊，所以不能不放下。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我们认真，以为他是真有，不知道是假的。啊，所以就是2240兆分之1秒，连续不断的幻想。这就是全宇宙啊，这里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假的啊。海鲜老和尚教我们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成佛就是明心见性，这是真的啊。大彻大悟明心也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其他的这个全是假的，包括佛法，事法佛法都是假的，都不能着。啊，佛是善巧方便，用佛法来对付世间法，你要执着佛法真有一关了。啊，世间法是病，佛法是药，药到病除，病好了，病好了药要不要了？不要了。病好了还吃药，不又生病了吗？啊，所以《金刚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佛法也不能想，不能要。啊，不可以执着，不可以分别，不可以起心动念。啊，佛法都不要了，不起心不动念，何况世间法？这就成佛了，你的问题马上就解决了，啊，当下解决了。我们现在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还差什么呢？还差我们没有真放下，就差这一点。为什么不能真放下？我们对这句话还有疑问，这个疑问很微妙啊！如果没有这个疑问的话，我们像慧明法师一样，马上就成就了啊！特别是我们现代人啊，现代人每一个人都受科学的影响。科学在地球上发展400年，哪一个不受影响？那什么影响？怀疑的影响。科学叫人头一句话怀疑，可不能相信。啊，那么佛法大乘跟中国传统的三教儒释道都不能怀疑，怀疑你就不能欺负啊！佛来教你，孔子来教你，你对他有一点怀疑，你就不能欺负。
啊，决定不可以怀疑。我们受科学这个洗礼，这个病根如何对治？那就是怎样培养我们的信心。啊，所以我常常用古圣先贤的方法帮助大家，我们的信心从哪里建？从这中国老祖宗说的人心本善。那还把这个写在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我就从这个地方切入。啊，我们细心观察婴儿，从他出生到一百天，那我很认真地去观察他。啊，这个小孩还不到一百天，但三个月，在这个时候，你看他的表情，你看他的动作，啊，他虽然不会说话，他也不认生，啊，还不知道谁是爸爸妈妈，不认生，完全是天真。你看他对一切人那个面孔的笑容，那不是装出来的，啊，不是从分别执着流出来，那是本性，就是他丝毫污染都没有。一百天之后就会受一点污染了，哪个是爸爸，哪个是妈妈，他认识，他就被污染了，他就有分别心了，啊，妈妈抱他欢喜，别人抱他的拒绝，这就污染了。啊，这本性就失去了，用什么性？用习性。本性善，习性不善，习性有分别，有执着。啊，本性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所以这个婴儿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从这里观察的时候，你就相信佛法所说的。我们要找证明啊，这个婴儿不满一百天就是证明啊，没人教他啊，父母对他的爱真爱啊，他对父母的纯正无望啊，所以我们相信人性本善的，决定不能怀疑啊！本善就是佛性，本善就是真心，本善就是佛经上常讲的第一义谛啊，真如自信啊，能生万法啊，能生全宇宙，佛法里面讲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从哪来的？一念，一念当中变现出来的。那设法界一真庄严，是阿赖耶的一念，阿赖耶是妄心、生灭心，所以通过阿赖耶，就本来是不生不灭，全变成生灭法。有生有灭，设法界里头的一切法有生有灭，一真法界里面的一切法不生不灭。为什么？它没有阿赖耶啊，转阿赖耶为大圆见智，是转八识成四智，那就是明心见性啊。他们住哪里？住一真法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一定要明了，时时刻刻要能够提出关照啊！当我们起心动念，
就想到佛经上这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想起老和尚这句话啊，闲公老和尚，海鲜老和尚啊，只有念佛这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去这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你算是正知正见，你没有看错啊！这一生你去努力，时间没有长短。你看刚才我举的例子，慧明法师就刹那之间念头一转，他就明心见性，他就成佛了。多快啊！啊，那真叫分秒必争啊，这是一念之间的回头了啊。所以慧能大师用了善巧方便提出这个疑问，他马上就解决了。啊，一个人善念断了，恶念断了，正在这个时候，就是你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这就是明心见性的，迷悟是在一念之间的。我们习气太重，外面诱惑力量太大，经不起诱惑，所以烦恼一念接着一念，烦恼起现行，真智不能起现行，要把烦恼断掉，那个起心动念是真智，是智慧啊，是自信里头究竟圆满的智慧，这才能彻悟啊。所以在此地我们要肯定念老的注解没错，那大众里面包括未来世一切凡夫，那就包括我们在内啊，这里头还有二乘，还有菩萨，二乘声闻缘觉的挂物，今日我等凡夫一切在其中，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因为当时那一会里头没有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空间，没有距离，我们确实是在这一会里头普令大众得闻呐！啊！法藏菩萨做这个报告，让与会的大众听到了都得受用啊，像我们现在的学习班啊，我们无量寿经讲座这个学习班，每个人把他的学习心得做出报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学习的成就啊，同学们听到之后互相观摩，互相提升，皆大欢喜啊，普令大众得闻，闻了有什么好处？发愿求生净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啊，净出
生死苦海，这个经快速啊，一般84000法门修行，真的要经历无量劫才能成就，这个太快了。慧明大师给我们示现的，一句话当中他就悟入了，他就明白了啊。当然他有善根，我们听的这句话为什么不能明白？我们看到慧明开悟了，为什么自己不能开悟啊？这就是慧明法师在那个时候真放下了，啊，能大师教他，不思善，把善放下；不思恶，把恶放下。我们这个经上清净平等现前了，啊，清净平等心马上出来了。我们今天念了清净心，心不清净啊；念平等心，心不平等的。所以我们不能欺辱，人家就能欺辱。啊，问一句，如何是名上座本来面目？他就觉了，清净平等觉。他怎么开悟？就这开悟。啊，这个觉就是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一下明白之后，他无量界的问题、迷惑颠倒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了。啊，马上转了个念头就护法了。护持慧能大师，让他安全找个地方去躲避。啊，后面追赶的人也追上来了。他告诉大家，这个路我已经看过了，没有。啊，我们到别的地方去，让他平安。啊，脱离这个追赶的队伍。啊，我们读经看经要会看，啊，像这些地方都是关键的所在。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开悟？回过头来检讨自己，啊，我们听了这么多经，读了这么多经，啊，学佛几十年了，没放下吗？啊，还在原地兜圈子。佛没有过时，经典没有过时，法门没有过时，过时是完全在自己。啊，疑虑之心放不下，我放不下。啊，念念还有个我。啊，能大师在那，不但是我放下了，法也放下了。啊，事法放下了，佛法也放下了，那叫真正的佛法。佛法是觉悟啊，清净平等觉，这是佛法，通通放下了。所以很快，你看眼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不但脱离六道轮回，还脱离了十法界。
生死苦海一般是指轮回说的。远一点呢，就包括了十法界。十法界有变异生死，六道除了变异，生死之外，还有轮回呀，还有分段生死啊。六道里头有分段，分段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人从出生到死亡这一个阶段，死亡之后又投胎啊，永远不间断的，所以叫生死苦海啊，就是六道轮回啊，能够很快就超出生死轮回了，故令大众欢喜啊，哪个修行人不欢喜？这样快速成就啊，禅宗的一种顿悟，我们没分。慧明有份，他的因缘具足，当下成就了。我们听六祖慧能跟慧明谈话，看这一段记载，我们不开悟啊。那是我们不是那种根性的，这种根性一般讲上上乘人。慧能大师坛经上自己说的，他度的对象是上上乘人，上乘人都不行，要上上根人啊，才能得度。那净宗就出生了，净宗是上中下三根通通得度。他用一句佛号，你相不相信？你要相信，像海鲜老和尚真相信，真相信真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天到晚不间断。除了睡觉，醒过来佛号就接起来了。工作不妨碍心理念佛。工作也不妨碍心理念佛，待人接物都不妨碍。我见到一个人呢，张家大师，他是持咒，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合，你细心就观察，他口在动，没有声音。他给我们谈话，他开口，那个念咒就断了，给我们谈话。谈完之后呢，他就又接起来了，很快，很自然的，他成习惯了。海贤老和尚也如是，海贤老和尚就念一句阿弥陀佛，生活没有把它丢掉，穿衣吃饭，佛号不间断，工作。他的工作是种田，是利用劳动，所以劳动那一些动作都是熟透了的，不需要用思考，所以他没有思考，他心里一样念佛，
无论干什么佛号不间断。啊，他是默念，金刚持，口动，没有声音。啊，心里面念佛，口里不动，叫默念。啊，口动没有声音，这叫金刚持。啊，92年不间断的。啊，他有没有得大彻大悟？有。什么时候得的？我的估计是40岁前后得到的。啊，比不上慧明啊，慧明是当下，2-3句话就解决了。啊，那是什么？那要上上根人，普通人没有。像我们这种普通根人，佛号管用。啊，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教他这句佛号，叫他一直念下去。啊，我相信40岁是20年的，20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个境界跟六祖慧能相同、相等的。啊，也就是我们这种根性，不是上上根人，哎，给我们10年、20年，我们能做到。啊，那么要求往生极乐世界，一般3年就可以了。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来给你送信息，啊，现身给你看，你见到佛了，佛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久，还有多少年。等你寿命到了，啊，佛说我来接你，啊，你自己知道有把握了，啊，精进不懈，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可以提前，啊，我还有寿命，我不要了，我求阿弥陀佛带我去，佛很慈悲。大多数佛都带走了，啊，还有少数像海鲜这种人，他不怕苦，他不怕人家对他羞辱，他能做好榜样给别人看，啊，这种人呢，佛要把他留住。让他在世间多住几年，做好榜样给别人看。换一句话说，他是大乘佛法的实践者，把大乘佛法做出来，生活当中做出来，工作当中做出来，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做出来给人看。啊，这叫表法。表法的时间没有长短限制，啊，所以老和尚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长的寿命呢？我不以为然，我认为他老人家寿命应该也是70-80，那不是这么长，那这么长的寿命是阿弥陀佛把它延长。啊，这是佛力加持的，延长干什么？做好榜样，给佛门弟子看，给净宗同学看，做榜样啊！不可思议。
那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也能发心。啊，发这个心，佛就把你寿命延长。我们不是因为延长寿命而发心的，那个发心是自私自利，得不到佛力加持。啊，发什么心呢？众生太苦了，太可怜了。啊，眼看着这些众生造业受报，啊，将来到哪里去？都是三途地狱，这不人性。那我们发愿住在世间，做一个好的学佛的样子，做一个真正往生极乐世界的样子，让大家生起信心，那都能够念佛求生净土，这就对了。那这种愿心是为众生，是为正法救助。啊，自然就延长了。啊，延长多久？与这个世间众生的缘分。啊，还有缘分应当延长，没有缘分，什么叫没有缘？这人不听你的，你怎么表演，人家不理会。那就缘分尽了，缘分尽了，随时可以走，啊，自在往生。一般功夫成片的人，要真诚心哀求，我舍受，寿命不要了，我求往生，佛会来接引你。啊，佛不会施约的。那你叫他，他真的来。那你请他现身的真现身，真带你走。啊，这就是净宗比禅宗殊胜呐。啊，禅之度上上根人，上中下三根都没有分呐。啊，净宗是上中下三根都有分，都能成就，啊，而且一生成就，啊，只要你真信，信有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信四十八愿是真的。字字句句都是真的，啊，信我们跟阿弥陀佛是同体的，我们不知道，他知道，我们求往生，他哪有不欢喜的道理？他虽然是面对着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众生，一个也不漏掉，啊，不要以为佛把我忘掉了，不会的，人会忘掉，神或者可能忘掉，佛不会，啊，佛与大菩萨绝对不会忘掉。啊，经第一次太深，确实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啊，尤其心浮气躁，海鲜老和尚的光碟清楚，多看，看个30遍50遍，味道就看出来了。啊，那个时候
你就欲罢不能了。啊，像刘素云居士一样，他提出报告的时候，那个时候说已经看了1600多遍了。他告诉大家，越看越欢喜，遍遍有感受，有受用，法喜充满了，永远看不厌了。那说又是真的，那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没有通过阿赖耶识，有这么大的摄受力量。那我们接着往下看，一令大众闻法得离，普法弥陀之愿，摄法藏之所行，摄取佛刹满足大愿。听这部经，学这个法门，法藏给我们表法，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啊，发心供养极乐世界所做的一切功德，都回向西方净土，不求人天福报。啊，学法藏之所行，他行的是什么？满足大愿，摄取佛刹。啊，那么我们要学48愿。我们以48愿光大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净引疏曰：法藏自说即愿，令诸菩萨学之同法。这就是真实利他了。我们今天借助要看第六品，就是发大誓愿。啊，这第六品这一品是全经的精华，啊，是无量寿经的精华品。啊，你要想了解极乐世界，认识极乐世界，这一品经学了之后，你就明白了。啊，学会了之后，我们要发愿，跟阿弥陀佛同愿、同德、同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海鲜老和尚还有一句话，我们要记在心上。他说：“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呐、啊，根什么？命根。我的命根就是阿弥陀佛。啊，肯定、认真，阿弥陀佛是我自己的命根，你能不到极乐世界去吗？”
啊，肯定我生了。请法藏自说偈云，啊，帮助一切菩萨同发四十八愿，就这个意思。又会疏云，菩萨闻之，自发勇猛心，比及丈夫我一耳啊，彼发妙愿，我不二乎？故能圆知满足大愿也。那我发，我学了四十八愿，我发这个愿。每一个学四十八愿人都发这个愿。啊，这真正是跟阿弥陀佛同行之人。啊，阿弥陀佛的事业是我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阿弥陀佛的事业，融成一片了。啊，三十心念佛事大家很熟悉，这个法本是元朝时候天目山老和尚编的啊，这法本里就有两句话很重要。他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界就是净土，净土就是此界。”中峰禅师说的。说的一点都不错啊，跟无量寿经完全相应的。啊，中峰禅师在哪里？当然在极乐世界。又会疏云，啊，会疏云，菩萨闻之，自发勇猛心。比及丈夫，比是法藏比丘，我一耳啊，他能发，我为什么不能发？那故能圆知满足大愿，特别是自己，我学了，我要发，我要。满足弥陀大愿，弥陀就是自己啊，满足无量大愿，只能满一切之愿啊，一切之愿就在往生净土这一愿，这一愿就是一切愿，你不能往生，一切愿都不能达到，往生极乐世界，一切愿都能圆满成就，那不是假的。又往生论注云：满足往生净土一愿，即一切之愿悉满足，故云满足无量大愿。这一句话重要，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有很多的愿望，很难达到。往生到极乐世界，全都能达到。啊，你一切愿都满了，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你发个愿要想把它做到都不容易啊。
啊，我们发个愿，现在人发愿都是求名求利啊，求财富，求高官，都发这种愿，能不能得到？能得到的是他命里有的，他命里没有的得不到啊。啊，命里面有的是过去生中修的福慧，这一生呢来享受啊，大的福慧享天福，他到天上去了，小的福慧在人间啊，福享尽了，很少有不堕落的。那为什么在自己拥有名利的时候，偶尔做了不善的业呀？到福享尽了，那个不善的业就出现了啊，果报就会现前。所以古人有讲三世愿的啊，第一是修福慧，第二是享福，享福的时候把修福慧啊忘掉了，造业了啊，第三是福享完了到三途去了，很多很多这个例子，不胜枚举啊。明白这个道理，你能不小心不谨慎吗？几个人大富大贵还行大善，修大德行大善啊，他可以做得到，太少了，享福的时候人就迷惑了啊，也行善事，善事很小，微不足道。啊，这些道理，学佛的同学一定要明了。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往生论注》上这句话多好啊！满足往生净土一愿。一切之愿通通满足，故云满足无量大愿。坛鸾大师做论注，就是往生论的注解啊，这是往生论注解上的话，何盘托出祝福心髓也，何盘就是毫无保留，丝毫保留都没有，全部都拉出来了，供养大众啊，这是法供养，无上的法供养啊，法藏菩萨无界勤求啊，精勤求所至大愿，只为众生能真正发起往生净土之一愿。这话什么意思？原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真正听清楚，搞明白你发愿求生净土，就为这个。慈悲到了基础啊，微妙到基础啊，
殊胜到极处，让你看到四十八愿，你心动了，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去。十方诸佛世界还都有缺陷，跟极乐世界一比，四十八愿一比，四十八愿圆满。其他诸佛如来的愿是非常好，但是跟阿弥陀佛一比有缺陷。我们要求圆满大愿那么这一愿就是求生净土，这一愿就圆满含摄无量大愿黄念老这个话说得很好，智慧众生能真实发起往生净土之意愿，故我辈莫失凡夫。底下的话是念老劝我们的啊，你看念老是何等人物，但能满足此意愿，皆与弥陀大愿相应。弥陀大愿下面讲的四十八愿那么我们怎样来修四十八愿？是不是四十八愿每一条每一条我们也修每一条每一条修要费很长的时间，阿弥陀佛用了五戒的时间，我们哪有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只要一愿，他四十八愿全得到了哪一愿呢？求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天天跟着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不离开阿弥陀佛，这肯定做得到的一直到成佛我才会离开佛没有成佛决定不离开佛，极乐世界无量寿寿命无量这第一大福报有的是时间的那我们有理由相信到极乐世界成佛非常可能像慧明法师一样，阿弥陀佛一点你就开悟了，你就成就了，就证得无生法忍了就圆满菩提了，无比的快速这能不去吗？你看下面，便如一尘愿海，便与弥陀大愿同体，故云即是满足无量大愿。这真的不是假的满足这两个字好，没有一丝毫的欠缺，这叫满足往生极乐世界就满足了，见到阿弥陀佛就满足了何等方便
我们就看这六句，何等之解？从古起修，直去究竟，不可思议净土法门，这得了吗？84000法门，无量法门，真的。是不可思议，是无法想象。真方便，一句佛号，海贤老和尚做给我们看了，海庆法师做给我们看了，海贤的母亲做给我们看了，他的母亲是在家居士，86岁往生，走得多么潇洒，多么自在，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告诉大家我走了，他就真走了。海贤老和尚欲知实质，不告诉人。为什么？他不要人帮他作念。这个表法表得非常好，做样子给我们看。往生自己有能力往生，何必要别人帮助？他说得很好，要别人帮助是自己没有把握，自己有把握何必麻烦别人。对呀，我们要学他了，自己要有把握，绝不求人助念。能不能做到？今天这一段黄念老的这个开示注解，就是开示，你真听懂了，你听明白了，你依教奉献了，你就能做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他是从古起修。阿弥陀佛是果，不是因的。直去究竟，就是这一句佛号念到底，一直念下去，不换题目。也不必用其他的方法来帮助。古人讲心中有正修，有助修。正修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助修也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欧耶大师教我们的。这就是直取究竟，不可思议，净土法门。我们要真正相信。这一遍，我们学习大经科注。是第4次，第4回。前面3回重在解，我们得认识它。这一回呢，我们偏重在心，如何把我们所理解的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
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我们希望得真实利益。真实利益就是决定这一生要往生，而且希望呢能自在往生。啊，自在什么意思？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自己真有慈悲心，这个绝对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苦难众生，在这个世间多造几年罪，多受几年苦，不在乎，帮助众生往生，这就对了。啊，跟我有缘的人都往生了，然后我就去了。这是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啊，这一品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第六品。啊，课题佛令说一。啊，这里面分三段。第一段，正具说大行愿。方位善，那么首先这一段陈述倾听啊，法藏比丘在老师面前教导我们四思之道，对老师的恭敬。圣学佛法学习的秉性，也就是学习所要求的是老实、听话、正干。这个秉性好啊，老实人呐、啊，不怀疑。啊，学习的态度，真诚、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他能听得进去，他能保持，他能落实，真正的利益，这就是净宗学人的条件。这个条件不足，要把它补起来。为什么不足啊？你这一生很难往生啊。那么很太可惜了啊！所以要学老实，要学听话，要学正干，待人接物啊，生活、工作都要学真诚心。这个年头用真诚心，老实人吃亏啊，不怕吃亏啊，决定不能占便宜。为什么？占不到便宜，
要真能占得到便宜，佛菩萨都会占便宜，占不到，结果怎么吃大亏啊？占便宜的果报是吃大亏，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还是老实好啊，吃亏是福啊，不是坏事情啊，吃亏人消业障啊，业障消了的福报就现前啊，我们修的福，福不能现前，为什么？有业障啊，佛没丢掉，业障消了，佛报就现前。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啊！啊，所以能吃亏，欢喜吃亏，啊，绝不干，不做占便宜的事情。能忍，修忍辱波罗蜜。啊，有布施，有持戒，不能忍辱，就得不到利益。啊，所以《金刚经》上佛说，一切法得成于忍。啊，忍才能真正得到利益。啊，不能忍不行。啊，大难，大人；小难，小人。海贤老和尚忍辱的功夫高啊，什么都能忍的，没有怨恨心，没有烦恼。天天法喜充满，这一品是全经最重要的一品啊！念老在注解，在经的前面有介绍品题。介绍全经大意，那我们看第二行，发大誓愿第六。那我们看念老的开始，本品乃法藏菩萨尊佛名训。这个佛是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啊，教导他与大众中宣说说法殊胜大愿。那你把你所发的四十八大愿说出来啊，跟大家做报告，跟大家做分享啊，现在我们叫报告分享啊，让大众生欢喜心。与大众中宣说说法殊胜大愿，此大誓愿妙得难思啊，四十八愿，愿愿都具足无量无边微妙功德，不可思议。啊，真的是大，大到我们无法想象。啊，如真解月，
48愿功德成就，而皈依正觉。正觉之体即是南无阿弥陀佛，是名弘誓本愿海，一名悲愿一尘，此乃弥陀正觉功德也。正觉功德不可思议者，有誓愿不可思议，是以行卷以36句赞誓愿不可思议，以彰正觉功德广大。下面引用的是文啊，是行卷里的原文：尽得一切往生人等，弘誓一尘海者，成就无碍无边，最甚深妙，不可说，不可称，不可思议之德。智德是讲功德到了极处了，到了究竟圆满了。何以故？誓愿不可思议故，悲愿欲入大虚空，诸妙功德广大无边故，犹如大彻，乃至犹如大风，普贤世间无所爱故，能除三有系缚尘，乃至开显方便藏，两可受持。特可顶戴也。我们就看这一段。行卷里面说，那尽得，这是祖师开示里面自己谦虚对待所有听众恭敬，我们应该要学看古人一丝毫傲慢的习气都没有啊，对人这么客气，这么尊重。啊，听众欢喜。啊，不是用教训的口吻的说。啊，是用啊恭恭敬敬向大家报告请教的口吻。这难得了。这现在人特别要学的。我们就是缺少者。那弘誓一尘，弘誓大阿弥陀佛大誓愿，那一尘是成佛，成佛才叫一尘啊，成菩萨叫大乘。啊，成阿罗汉辟支佛叫小乘，啊，一乘是直截了当成佛之法。下面呢，赞叹成就啊，无碍，没有障碍。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想做好事的人有，不是没有。能不能成就呢？障碍太多了。啊，阿弥陀佛，他能突破种种障碍，那就是用什么方法？
世尊灭度之前交代弟子两句话，你们要能够护持正法，一定要遵守。第一个，以戒为师；第二个，以苦为师，你才能护持。啊，要持戒，要吃苦。啊，绝不怕吃苦。啊，戒律指的什么？海鲜老和尚不认识字，一生没念过书，没有学过戒律，没有一个人不说持戒精严，以苦为师，这两句话他老人家真正做到了。啊，那戒是什么？戒是根本。根本戒就是三规五戒。那他在哪里受的？他受戒的时候啊，在那个时代，他那个时代，大陆上传戒是53天。那肯定把三皈五戒、沙弥律仪、比丘戒、菩萨戒都讲过。啊，虽然不是很详细。确实是教导了，一条一条都老师都教给你了。啊，那重点的就是三规五戒是啥？这是根本戒。啊，三规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学佛学什么？就这三条。第一条，皈依佛；第二条，皈依法；第三条，皈依僧。大小乘经都这么说法。啊，可是我们看看六祖慧能大师。他出生的那个年代，佛法传到中国700年。啊，700年的时间不短也不长，但是700年的沉船会有偏差。啊，慢慢的流于形式了。所以我在坛经里面看到，他老人家给人家受三皈，他不讲佛法僧。啊，他怎么讲呢？你们看坛经，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他这个讲法。那为什么这个讲法呢？可能在那个时候佛来的时间久了，700年了，一般人的概念当中就是佛就是佛像，法就是经典，僧就是出家人。啊，不过那个时候出家人还很像样啊，啊，真的持戒，真的学教啊。可能就有这些逐渐逐渐大家概念上的时候多看形式了，
实质的内容啊就少说了，那修法就偏差了啊。所以他讲实质啊，佛是什么？佛是觉悟。觉悟究竟圆满就成佛，觉悟没有达到究竟圆满成菩萨啊。所以经上有一句说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一个术语是可以翻的。为什么不翻成中国字？叫尊重不凡。为什么？他是学佛人终极的目标啊！学佛想得什么？就这一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翻成中国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真匮乏，一点都不错嘛。啊，阿凡作无，耨多罗凡作上，无上啊，梵文三的意思。翻成中国正菩提，翻作觉啊，三藐三菩提，藐翻作等，三翻成正，菩提翻作觉，所以通通翻过来无上正等正觉啊。佛是无上正等正觉，菩萨是正等正觉，阿罗汉是正觉。这一个名号里头三个等级，用现在的话说好像是学位的等级。那么这三个名词是学位的名称，最高的学位是佛陀毕业了，拿到博士学位了，没有比这更高了啊，称之为佛陀。那第二个学位是觉悟，没有达到究竟圆满称菩萨，三藐正等等于佛，他不是佛啊。第三个学位阿罗汉，他只有正觉，还不能等啊，没办法跟菩萨平等，还没有等啊。最低的学位啊，好像学校的学士，菩萨硕士，佛是博士。所以佛教里头这三个学位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应该拿到。为什么？你本来是佛吗？你现在是迷惑了，迷了自信了，颠倒行事，变成凡夫啊。凡夫就是不觉不正不清净啊。佛是觉悟，他不觉就是迷惑啊。菩萨正知正见，今天讲正能量。那你是邪知邪见，负能量啊。阿罗汉正觉，你不觉啊，不觉迷惑颠倒啊啊。所以佛法所修的觉正见，慧能大师传三规，叫人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
他这样教法，那然后再给你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敬也。啊，你皈依佛是要念念觉而不迷，啊，这真的皈依佛了，啊，皈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我依靠什么？依靠正觉，啊，依靠觉，不再迷惑了。皈依法呢，法是正知正见，啊，经典里面所说的，啊，都是方法。你要依靠正知正见，不能依靠邪知邪见。啊，那现在你看这个社会，家家有电视，家就人人有网络，网络电视里叫的什么？杀盗淫妄，全是负面的，全是邪知邪见，这还得了吗？啊，不教都学坏了，还要教他。啊，这就是今天社会为什么动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灾变，原因在此地。啊，我们要知道，啊，皈依僧，僧是清净；皈依净，净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所以提醒六祖，提醒大家，三皈依讲实质，不能讲形式，讲形式你没有得到啊！啊，真正三皈依，这才是佛的学生呢、啊，有名无实不算呢、啊。这六祖说的好啊！啊，学佛，人家问你，你为什么学佛？佛是什么？你能讲清楚？佛是觉真经，你要不要？你愿意听要啊？那不是泥塑木雕的佛、啊，那不是佛教传的这些经典，不是正知正见的啊！出家人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他持戒律。啊，一个出家人一定是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能吃苦，能吃戒，啊，修行十善，修行六波罗蜜，这是三出家之人。你不讲清楚，不讲明白，那怎么行？啊，学佛这经文。入门先告诉你佛讲的什么最高的原理原则，教导给你，传授给你啊，然后怎么去做，落实在五戒，即三皈五戒啊，不杀生，不邪淫，不偷盗啊，不饮酒，不妄语，这五戒啊，五戒的内容恰恰好跟中国古圣先贤所讲的无常一个意思。无常是仁义礼智信，仁者不杀，不杀是仁慈啊，不道是义也。决定没有伤害别人的念头，啊，这是义是应该这样做法，它与自信相应，啊，礼不邪淫，不邪淫的广义，一切都不可以过分，啊，过分就不好了，啊，要知道恰到好处。礼有节度，
有分寸的，过于不及都不合理。譬如现在的礼节规定，最敬礼是三鞠躬，那你要跟人四鞠躬就过分了，这不合理。为什么？巴结人了，向人讨好了，这就不对。那我两鞠躬，两鞠躬你傲慢，你瞧不起人，所以得有节度，规定三鞠躬就三鞠躬，不超过也不能不到。这举一个例子，所以礼里面有不谐音，淫有过分的意思，不饮酒智慧，酒醉了就乱性啊，不妄语是守信，有信。所以佛家的五戒跟中国人讲的五常意思完全相同，这根本戒。然后在家有八关斋戒，出家有沙弥律仪，这是具足三规五戒之外，想再向上提升，这是一个阶梯。斯里兰卡是佛教国家，在家居士受八关斋戒的很多，很普遍，每一个人一个星期有受两三天的，非常难得，那边寺庙多，出家人多，在家居士求受三规，这个求受八关斋戒很容易，很方便，你去找出家人，他就会给你传授，所以要持戒，海鲜老和尚做得好啊，基本戒做到了，其他那些枝枝叶叶通通做到了，三句经戒。一切唯一，他都做到了。肯吃苦，能忍辱，真正是学佛最好的榜样。见到人亲切温和，欢喜。所以无论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愿意亲近老和尚，老和尚非常慈悲，现身说法，真的是身行言教，他是以身教为第一，做出来给你看，你有问题他给你讲解，讲解的简单扼要，让人听到容易记住，欢喜接受，这影响很大了。我们建宗同学真的要向他老人家学习，所以这个行卷第一句敬本这个字用得好，实际上这是给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分享报告，这样的恭敬，这样的谦虚，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应该学习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